会再会后大家都可以进场去欣赏一下。不过呢，其实真的刚刚 AMP 的杨俊总经理刚刚一直跟我说，经过 Poppy Lady 的代言， AMP 系列的商品呢曾经卖得非常好，屡创佳绩，所以在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大礼要送给 Poppy Lady。谢这么快，因为达到大礼需要经过一点点的挑战。我们今天现场有准备两项礼物，一个是东京来回机票，五人通通有。两位是总经理，可以再加我一个人吗？我们可以六份东京来回机票，然后还有现在时下年轻人最流行，听都没听过，可能有人有听过，最流行。最硬的新宠物叫做宠物毛毛虫，你有看过毛毛虫吗？毛毛虫怎么了？大虫，可是它真的，哎，你看这超可爱的，你好喜欢，好喜欢，这是现在，这是现在真的日本最流行的宠物毛毛虫，我们特别，你为什么要离我这么远？雨山，我不是毛毛虫，我是蝴蝶。好，真的超可爱，而且呢，它价值非常的贵，根本就是跟机票一样。你抽到要好好爱惜它，好，好不好？如果可以，请把它孕育成蝴蝶，好吗？那现在要进行哦，二选一的机会，但是二选一机会有一点难。我们希望说，是不是有五个女生？二选一机会，我们先上道具好了。所以这个选项是我们会抽到的是五只毛毛虫。对呀、啊，一人一只，不然只有你独有一样，一起养啊，一起养，还是你先帮我拿着嘛，没有关系。你为什么你真的这么害怕？虫吗？只要是没有那个温度的，对，没有温度的都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邀请 Poppy Lady 做猜拳的动作，因为要选出谁来为我们抽奖。先把我们的来，我们将我们的产品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。好了，剪刀石头布，好不好？两两成，哎，两两成对有点难，不然我们就一起五个一起猜，好不好？赢得出来表示你手气特别好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，没有，剪刀石头布，哎，没有，剪，是要抽到什么时候？来，再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不然我们就要玩点纸冰冰喽。剪刀石头布，哎呦，我知道，我想到一个方法，想到一个方法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就是猜拳，然后不一样的那个人出去，对不对？就是嘛，黑白猜啦，黑白猜。剪刀石头布，再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不一样的出来，剪刀石头布。我们其实是想要去东京来回机票，可是它价值也不菲。对啊，毛毛虫，女生我很喜欢那个毛毛虫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抽到的话可以送。请给大家看我们毛毛虫的本人在这里。这是恐怖箱啊！这不是恐怖箱，这是礼物箱，完美礼物箱。雨珊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二选一，你要选哪一边？然后手要伸进去，你可以从两边进去摸，两边伸进去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所以一个是毛毛虫，一个是机票。对呀、啊。所以我们要看一下雨珊的运气了，因为你刚刚这么 lucky 的。你选，自己选。我们